这就办了就行了。
最近老黄被大战横行了，不是你硬挺啊？看今天被海关扣了吧？差不多，这么猖狂，应该有点不怪呀。等我们换机器玩你，换机器玩你们去，因为那个牌就要不让你去，没事，又不给你买第三副表面，我这不是你。拿了货先做完手脚以后再送回来。我就不给你买第三副。没事，我到时候一看你戴眼镜了我就知道。你看没？没有，等回头我再给他洗洗脚。那天老唐说他那时候也没事儿，他就过来跟你一块装。啊行。所以估计那就是你来最晚。我不玩。你就尽量早。我来了，我估计那个应该是有人有个一百米，只要你们是吧？两点，看那些里边那些东西都不用动，反正人家撞个壳，撞个 USB 线，撞个壳，反正你就给我们把那个，哥们，你把一开眼码给我啊，没电的，开眼码，是哪机？你的脚上没电吗？脚上没电吗？过来，有你电视后，就是你坐那个靠墙的椅子，那椅子，然后你的桌子，你之前拿走，之前拿走，你没问他正常他应该送一个那个盖板，就是，你。麻将不是边儿是挖进去，那板就放上，就能变成一个桌子。但是那个不是那里，一般都是当铺位。对，你要把我过了，还碰不着球了。我手还真有板。那儿有绿人吗？那也挖不下去，哪儿也够不着，也伸不出手。我操！我一般去接手门学院怎么去呀？我上了。
可怜啊，谁看谁硬哥啊。快点啊，真硬啊你。走吧，走，别站这儿了，别站这儿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没看着，打出来。你打后卫吧，你打后卫吧，退一吧。你当后卫，别当中后啊，趁那边当。走。我感觉没人了。往后右后卫。哇！
Thank you.
前面一撒下来三个，我操！Thank you.
吃滑了。厚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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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路中路中路，挑战一下。
在没有看到球。上礼拜让人给夸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其实上礼拜是真是。对，上礼拜主要是人多，从三打十三，然后但是而且还是军事，那咱们二比一以后也没怎么着，也不能说这会儿这种事情是毕竟啊。对，上礼拜最后是多少比分啊？二比零，肯定是军事。对，有风有雨，他们也打不住了，啊，就发现打不住，然后到后来其实咱们已经往下走。那今天三分挺均匀的。往中间收，中间收，这算传的单防三，快速反击，正常的。赵坤为什么又倒了呀？什么呀？赵坤老是倒了。跟着他跑，不要出脚，不要出脚，跟着他。你得追墙上人跑嘛，他们往后边来就没事了，那个底盘灯嘛，没事，最多就是这。那边一个，对，老周那边一个，你防着他冲进来就行。这中间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啊，到这边就是你，到这就是你。哇，禁区外。这我嘿，哎呀，我的差点。哇。Thank you.
不是下一条得你知道难道换过门将了？他真行啊！半年不上门将出来，觉得操你妈太无聊了。我不要不出来，我估计是踢不进去。他们就是什么也扰不出来，估计咱们想传进去，传进去想射门。为啥呢？对，就可以踢了。墙后面。
玩。老唐，你呢？啊不，这声得教人。啊，给这个韩国人。不是演赵坤，你女儿来做的。赵坤呐，你看他女儿那个坐到里头吧，因为太危险。赵坤，你喊你女儿往里头坐吧，那种有点危险。老黄上前吧，那个张鹏你走中后卫，老黄上前，张鹏走中后卫，要不张鹏在中间没啥实际作用，你就拖后啊，张鹏啊。
前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一枪再往后跑，跟着往后跑。你给他，你就给右边看他，你给他位置。对，就这么传。中路，中路。中墙右边，跟下去。好，好，好。传，对，接着传，对。停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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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行，下边下去。老唐回位啊，回位。怪你了，就忙了，快点，快人啊！后面有人上了。哎，送一个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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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回回。这个距离，这个、距离就往前一捅就行，不用发力。你聪明，快点聪明，真的聪明。哎，错了，林四杀。我操！哎呀，不好弄了，这样子。好。
那个竹签跟深的。It's an end, yeah, the tap, and I think it's going to make it kind of bigger. Yeah, only when we play indoor. Thank you.
你尽量慢动作啊，别先失去了啊。后面有人，你们两个。对，会长回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好。哎，你今天摔了好几次了。我到后来没体力了，来回跑。哎，那破了。啊？啊，今天踢的是柱翔呀？不会吧？我看那球破了，我还打算拿回去补呢。那是你的。那上踢钉子上有破皮的地方。我还想，我说我们花这大花大价钱买的球，怎么这整这就给干个窟窿了？可是从土踢到里头都不一样，嗯，是吧？但是他这也肯定是踢到钉子，踢哪钉子上？你回去拿把那脚给斩一下就好，不用斩。30多块钱踢一年差不多。我以为是我们那个球还挺贵的，我还挺心疼的。我说我拿回去粘一下吧。没，那你拿那就不是呗？我们踢的是柱翔的。你看破的是柱翔那个啊？他今天拿我的球。他知道他那他你那是有一个破的是吗？对，我就是现缝的，你这个是胶粘的密封，能看出来。不是老唐说有个地方破的，是你那球有个地方破了。对，我这个破。今天就踢他的球了，没踢我们这球。这个。这个我的球，不是那个比赛球。怪不得你进，大家也没感觉出来，这不怪不得你进球了。